今天第一个款式就是介绍这个上衣哈。OK，我让助理先出来讲先 ，OK， 快速的。 对的，来这个上衣啊，只是我一样，它穿 M size 就好了啦。我一样是穿的 M， 穿 M 在我身上是肯定是还有空间的。上围腰围都还有空间，那么呢，这件下拉链你们不要超过我们体格尺寸比较好，因为它的面料是属于一点微弹，不用担心会爆钮啊。前面这一整排纽扣只是款式而已，它的拉链是在旁边，所以说这个款式穿在身上不用担心说会爆钮之类的问题是不会啊，只是款式而已。OK， 腰围上围都还有空间，然后这种面料呢，我们就不建议你穿非常的贴身，因为它的面料只是一点点的微弹，不是说非常大弹力的。有三个色啊，我身上的最深的颜色就是蜜，你们看不是吗？对，蜜蓝绿。OK， 这个色是 midnight blue，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greenish brown 啊，这个是非常性感的颜色，显瘦的话可以考虑带着我身上这个midnight blue， 还有一个就是 Tiffany， 这是主播待会会介绍的颜色。来 ，OK， 第一个款式就是现在我和助理身上穿着的 coat 是 PTY 11，价钱是70 ，OK。 size 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XL， 是有三个色，最大是去到 XXL，OK。 Midnight blue、 Greenish brown， 还有我身上穿的 Tiffany color。先看它的款式先啊，它前面纽扣是款式来的，不能够开的，不用怕会爆钮之类的，是不会。隐藏拉链呢是在右边由下往上拉，它的面料是另外一种面料，是很舒服。 很轻盈，它是比较属于夏天的cotton面料，是属于一些比较冷、比较轻盈的一个面料，可是它不会薄啊，不用担心薄的问题。对了，然后最重要是，像刚才讲的，它的面料是轻盈，然后凉凉的啊 ，OK， 然后前后面是这样子 plan 的，它就是中间这边有破开一层，它有点类似像 pepper top 这样子就对了，然后不是。 这一件也不适合穿贴身的，它就是这样子微微有一点宽松。它宽松的是有曲线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腰这边你看啊，它这边是有折的，看到吗？这边左右两侧都有打折。它前面这一个是这样子款式，不用怕爆钮，因为纽扣是款式来的。那后面是这样子的，袖子一样是有纽扣啊 ，OK， 袖子这边一样是有纽扣，袖子这里纽扣是方形的。我是穿着 S， 助理是穿着 M 啊。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这一件穿 M 是没有问题的 ，OK。 来，我去换 Greenish Brown 给你们看啊，三个色哈 ，OK， 最大呢。那么这款式呢，平时如果你是 XXL 的，这个款式你可以买得到，因为基本上我们很多不管是连身裙、上衣或者是裤子，最大的码可能会去到 XL。这个款式它是有去到 XXL， 是属于就是说标准的，它没有说偏大啊、偏小之类的 ，OK， 这是属于标准的裁剪啊，所以说 XXL 的顾客啊可以考虑带走。 这一件哈。Hello， 大家晚上好。Greenish brown，OK， 三个色啊 ，VTY 11，价钱是70。像刚才讲的，它的面料是比较轻盈的 ，OK， 比较轻的，然后会凉凉，有那个凉凉冷冷的感觉。你看它是这样子 ，OK， 有它的面料虽然是轻，可是它微微是有那个重质感在那一边的 ，OK。 Tiffany color， 你要比较 bright 的颜色啊，比较。 它 bright 的呢，它不是那种 striking color， 它是很柔的那个 Tiffany color。然后最深的色显瘦的话，你就可以带走这个 midnight blue。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性感、比较高雅的颜色，去我身上这个 greenish brown，OK， 它有点灰褐色这样子的，很特别的一个颜色，OK， 比较少有的颜色哈。你想要点的是 Tiffany XO 的，它的前面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它不是。 就是他刻意这样子前面车这样子，学不规律的哈。W 这样子倒过来，这样子 W 的这样子的款式，就是一个它的款式来的。它腰这边是这样子有破线，然后像他讲的，它不适合穿贴身的，因为这个面料是微弹，然后这种面料也不适合穿贴身。如果想要有曲线感，你可以选择绑 belt 啊，就把它绑在腰围这边，然后它就很像一个 pepper top 这样子。来，我绑一绑，腰也绑一绑给你们看一下啊。
如果你想要更有曲线一点点，你就把它绑上 belt 就好了 ，OK？ 这一件是有到 XXL 的啊，所以那些之前买不到我们比较大 size 的 plus size 的顾客，这一件呢你可以带走啊，因为这一件是有到 XXL。看啊，绑belt了，它就会比较有曲线在腰那边，你可以这样子选择绑 belt 这样子的款式 ，OK？ 克式 BTY 11，价钱是73个色，我就不换 midnight blue 了，助理穿了 midnight blue， 因为我们今天款式比较多，颜色也挺多 ，OK？ 最深的颜色就是我身上 midnight blue， 我是穿着 M size，OK？、Okay, 怎么搭可以选择搭我们这个啊，上一期有介绍裤子，待会我们也是会略略的带过这个款式哈，西装裤 ，OK？ 这个西装裤来 midnight blue。Tiffany color 显瘦，你可以带走 midnight blue， 然后你比较 bright 的颜色，你可以带走这个 Tiffany color。再来就是我身上的这个 Greenish brown BTY 11，价钱是70，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L。OK， 谁要买我们现在身上穿的这条裤子啊？只有一个色而已、啊。我要分享一下尺寸哈。啊，我们快速的，我去拿。辛苦了。VP 是吧？这裤子随便我分享一下，基本上的裤子一样啊，主播会穿着 S， 我是助理，我是穿着 M size 啊。因为这样子的裁剪裤子其实是蛮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 ，OK？ 也有很多很多顾客都在找这种比较贴身的、比较贴身窄裤脚的西班啊、算是上班的西装面料的裤子啊 ，OK？ 它不是 legging 啊，它就是说它的裁剪是裤管是比较贴身的，修裤管，对，修裤管的，所以穿起来整体是非常显瘦。那么裤子呢，虽然我的腰是78，其实是一样就穿得到，只是说拉伸空间就没有了哈。所以说，如果这个裤子你的尺寸是跟我一样的，你可以选择带走 M size，OK？、Okay? 它是属于一个中低腰的裁剪，我是穿着 M， 然后主播是穿着 S，OK？、Okay? 是属于上班必备的一个款式来的哈。一样是棉紧的西装布面料啊，快速的带过啊，给前面拉链加纽扣，然后它的 belt 的耳朵是比较别致的，然后加两粒金色的纽扣，所以看去就没有这样单调。只有一个色而已，就是黑色，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L， 后面口袋是假象方身的呢，是在左右两侧，然后口袋啊，它是刻意啊这样子车那个口袋。